这是嘀哩咕噜吗？还是嘀哩咕噜什么？乐翻天，这也太难了吧！有选项吗？没有选项，喝红酒庆祝，我会玩一些游戏之类的。吃完饭想睡觉。捡红点，好久没对。我今年才学会麻将，新手运蛮强。有没有跟家里会看一些节目或是港片？之前是看那个什么少林足球，就会转掉。好，会转掉。这样好吗？打广告，综艺大热门啊。啊，综艺我也打，忠实粉丝。综艺走心，对，我也是港片达人吗？他以前自己觉得赌圣吧，赌圣，乐翻天那个。月光宝盒吗？月光宝盒，那是东游记。我忘记那个名字叫什么。啊，想不起来了。这也太难了吧？有选项吗？没有选项。那个行运超人。他就拿罗盘啊，那个。对，他因为谁？因为他把那个树打爆那个。什么？这好难，也愧对我几十年的电视生涯。那个茶餐厅那部叫什么？今天这里还没有人答对。什么？寻一条龙吗？答对了。好难耶，一条龙。在哪里？什么周星驰演的？然后卧底的那个。好像有听过，对，好像有听过，但我想不起来。干什么？跳老子。哦，我知道，《逃学威龙》。三龙过鸡年，他有这句？有这句吗？完全没有。因为我们画面好看就好。逃学威龙三，赌神吗？没有回答。五桶上面还有一粒饭，那个。这张是五桶拜四桶，是在五桶中间粘了一粒饭。想不起名字。四桶。那个，昨天才看而已。开始播了是不是？这是嘀哩咕噜吗？还是？嘀哩咕噜。乐翻天，嘀咕嘀咕新年彩，嘀咕嘀咕新年彩吗？对，好，我就想说，是吗？嘀咕嘀咕是新年彩，五桶拜四桶，打你力，怎么打了又打，打了又打？保安，可以让人打了又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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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都忘记名字了，我都有在看的，谁赢仗啊？你赢大游戏是加油骑士啊？这部真的很好，这部每年都会一直重播。我要精神重，我们好废哦！我们真的好废。我会不会一题都猜不出来？赌圣吧？赌圣吗？哈哈！赌神。这也是赌神。答对了！哦，真的，有啊！你赛中了，也是我赢了。各位观众，五支烟。各位观众，五支烟。所以是赌圣，一样是赌圣吧？赌圣，那赌神还是赌神？赌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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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赌侠。哇！就是台语的部分，就是以下的那个啊，赌圣是不是？好，再猜一次赌圣，猜对了，赌圣啊！对对对，请起帮我喝咖啡。知道，但是我忘了是什么。哇，我知道，对，啊，我知道了，整人专家，整人专家吗？是什么西游？那个月光宝盒啊，对，假装思考，给你点画面。月光宝盒在讲月光宝盒。对，什么时光宝盒啊，还是什么宝盒？月光宝盒。哦，月光。那就是大游戏啊，东游戏的就好分上下。跑龙。给力。跑龙套是什么？啊？对，早餐加底多少钱那个？喜剧之王。不是在打电脑吗？我怎么都知道啊？打电脑。忘记公布了。对，你要知道哦。古装剧吗？不知道。就是一个字，唐。唐伯虎点秋香。答对了。你要讲什么？你想讲什么？唐伯虎点秋香。向林致敬的那个。我想到是《逃学威龙》。龙飞凤。龙什么共舞是不是？龙凤舞。对。就是鱼龙共舞啊！白面包青天嘛，九品芝麻官应该是九品芝麻官。答对了，九品芝麻官。
这就很有名，我知道。最近梗毒很多，对对对。所以我就不知道是什么。无敌破坏王打架那个，但我忘记片名叫什么。破坏之王。破坏之王吧。无敌破坏无敌是。对啊。那你们知道黯然销魂吧？没听过哎，那什么？可能你去吃餐厅有吃到。食神。哦。有参与感。有没有？有参与。食神。哦，好强哦！你们超厉害。应该是功夫吧？功夫。功夫。有了，有没有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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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换了，没了。你这只会周星驰，好骚哦！我觉得题目太难。我觉得是我们太废。东成西就。因为我没有看周星驰，原因是因为我哥很爱看。可是每次小时候的时候，就是我想要看卡通，他就要看周星驰。因为我就觉得说，哎，你上礼拜才看过《食神》，你怎么又看？而到高中、大学的时候，大家都在讲说，哇靠，好像听不太懂。然后，哎，大家都是一句完，然后下一句，然后就接，然后就我就好尴尬。然后发现不行，我要回去看。我也是为了要大家要接话，所以要去看。为了人际关系，21世纪 social 必备能力吧，是吧？还没看的赶快去看，交女朋友也用得到。